我想我要把头发留长点了。等等，有时是看头发长短来区分性别的，看到短发都会叫叔叔。如果那天他对我喊出叔叔，虽然身为玉女，但是相比较其他女性来说，孙俪一直都以短发形象示人，在尽显温柔大方一面的同时，也多了几分干练气质，俨然成了孙俪的特色。只不过面对以头发长短来区别性别的小等等，孙妈妈也有甜蜜的负担呢。